上海的城市，住宿我比较少，还要吃素，都让我有点为难。地铁的时差，住宿我也远。突然的冬天，特别为难。年轻的时候，即使是小心能睡了，进来也见笑，袅袅走起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告诉我，年纪大了就排尿次数多？普通的机场距离比较远，排尿次数多到我有点为难。机场的厕所总是拥挤，排在我前面的人特别晚。年轻的时候下起竹马想出来，当进来几秒后再出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告诉我，年纪大了就排尿次数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告诉我，年纪大了就排尿次数多？